嗰、那个咧系一个南亚裔人叫德仔，佢基本上咧就一条头发搵唔到嘅，咁咧就后生，今年就30岁，用咗支洗头水加支精华素，咁就见到咧用咗个半月，就见到我哋而家嗰个广告咧圆形头壳出头发嘅情形，佢啲毛毛用翻晒咧就全部出翻晒，咁可能迟啲啦，等啲毛囊疏通咗之后咧会浓密好多嘅。好嘅下午，咁有我。拖低节目质素的曱甴屎 Raymond Wong， 有个真 BC， 我拖得更加低，所以我是曱甴屎都不如。屌老味，冇，即系，我哋是两个最多劣评的主持人啊，即系呢个节目，即系最捻，因为闹人啊嘛。啊，唔紧要啦，冇所谓啦，我哋劣评多咁啊，劣评多都有劣评多照做啊。今日暂时得我哋两个人，因为其他嘅朋友咧就即系都好忙啊，本业太忙，咁啊得我哋两个得闲少少，咁啊可以同大家吹下水。咁啊我哋之前系咪讲过啊呢、這个啊杨岳桥嗰单嘢啊？我哋而家又再讲一次咯，因为阿老恩咧，阿恩新港先生咧就喺佢嗰个节目嗰度回应咗我哋，咁啊，即系佢回应得几过瘾噶，因为佢我肯定佢有听嘅，因为佢连我讲嘢嗰个语气咧都学捻埋，咁样讲一次。哦。咁当然啦，即系阿萨华苏喺隔篱，梗系又会抽称下啦，又话我哋讲嗰啲系冇逻辑啦。咩逻辑啊？佢话我哋佢阿恩生同佢做节目咧，即系都我因为我哋咁讲嘅，佢恩生同阿牙刷苏做节目咧，都系即系如果以严格嘅物通非类原则咧，佢都系有问题嘅。咁阿牙刷苏唔系我哋讲噶嘛？呢个系点解？因为呢、這个牙刷苏代表咗呢、這个破坏泛民团结嘅白票党，嗯，即系呢个白票党嘅问题唔系人民内部矛盾啊嘛，即系喺我哋嘅眼中可能系敌我矛盾啊嘛，即系佢哋系恩生唔系咁觉咧，恩生觉得系，你讲。恩生觉得我哋先敌我矛盾咧，唔系破坏紧，唔系。恩生佢又话我哋系好兄弟啊，话我哋呢个台系佢嘅好兄弟。哦，佢可能又以为我哋 Tony 嘅。我再讲一次，我哋编辑自主嘅，唔好乜鸠都入阿 Tony 所啊！屌乸声，我哋乜嘢都系编辑自主嘅，吓、啊、为佢辩冤谤白系咪？嗰句话叫做吓。不过冇入大肥同埋阿 Tony 所，我哋讲嘢咧系。是冇同佢完全冇同佢你商量过嘅，之前讲咩 topic， 有时会有好少，因为嗰、那个因为时间限制 ，time is limited， 所以我哋就砌下个 run down 点样先，至可以喺有限时间入边砌晒啲嘢出嚟，就咁、是、简单啦，其他就冇乜。大肥直情冇插手我哋嘅喎，因为大肥唔系我哋呢边嘅精神领袖嚟嘅。阿、Tony 先系，即系虽然话就话精神领袖系唔会知道我哋自己搞咩嘅，即系佢都系要事后先会知道我哋搞咗啲咩嘅。好似之前我哋讲过冇乜力量嘅组织，即系佢系之后先知道嘅，所以冇办法噶呢、這个。Tony 咧佢自己咧亦都好强调咧，叫我哋唔好再讲呢个冇乜力量嘅组织同埋呢个白票党，即系佢自己都唔系咁想讲。不过佢都忍唔住啦，当然之前嗰有一集特备，即系星期二得到嘅特备，佢都讲咗白票党嘅问题啦。咁翻去阿恩生先，咁、即系喺我认识啦，呢、这个恩生港先生啦，就即系好好人，即系佢睇所有人咧，都系谂佢好嘅方面去谂嘅，以善良嘅眼光去睇，即系好似佛印同埋苏东坡嘅故仔。即系好似苏东坡咧，就见到每一个人都系一督屎，因为佢自己系一督屎啊。咁佛印咧就见到每一个人都系一尊佛，因为佢自己个佛。咁可能喺我哋嘅即系呢个低层次嘅角度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见到所有人都系屎，尤其是牙刷苏。咁、我哋可能都系因为我哋系一督屎，所以先见到佢系一督屎，系嘛？哦，咁我不嬲都好认同呢句话，因为。
有啲人咧成日笑佢啲大陸親戚係或者大陸親友係人渣，係可笑人渣啦。但係咧呢啲咁嘅人咧，我係咁諗啊，即係如果你唔係自己啲人渣可笑咧，你就唔同呢啲一齊玩嘅。Sorry。咁即係嗱，咁我係一督屎啦，咁冇告衰啦，所以見到阿叉蘇都係一督屎啦，咁都係好正常嘅。咁阿欣生咧就唔係，欣生就覺得佢係即係見到阿叉蘇好似見到尊佛咁。屌你咪，因為阿欣生都係一尊佛啊嘛，佢嘅修為夠啊嘛，係咪先？係啊，聽達賴喇嘛，即係乜柒人都係兄弟啊，所以佢叫我哋做好兄弟，因為其實就係、是、因為佢。个人咧就当好多人都好兄弟嘅，不过咧有啲人咧就当捻咗系佢系契弟，即系好似某议员咧几年前咧就系、是、用佢嗰个牌头，用阿欣生嗰个牌头去选立法会议员。屌老尾，好似选捻咗立法会议员之后咧，好似唔捻识嗰个组织咁噶，我亦都冇揾阿老欣嘅，即系我听呢个江湖传闻，系嘛？嗯，其实而家就应该快快脆脆啊！老欣同嗰个议员去饮餐茶，影翻幅相，打翻张卡，摆翻上 Facebook 咁样，即系大家即系辟下谣啦。因为市面上流言咧就系话，嗰、那个议员咧打完斋就唔要和尚，阿老欣咧嘅热面孔咧系俾嗰个非常冷酷嘅冷屎忽对捻住咯。但是咁讲啦，即係嗰个议员呢都係学佛嘅。咁佢好似呀同欣生稍微有些少差距，欣生係当咩人都係佛啦。咁其实都啱嘅，咁都係众人皆佛呢，其实佛教理论都咁讲嘅，都係你嘅老师啦。咁但嗰个另外学佛嘅议员呢，学动物嗰个议员呢，就好似对自己阵营嘅人咧，就成日单单打打啦，又话人哋做得唔够啦。咁咧，其实我觉得阿欣生咧都系比较善良嘅，对呢啲嘢都系睇，好似都睇唔到咯。嗱，我觉得阿欣生话即系其实我哋嗰次节目讲得好清楚，欣生话阿杨岳桥系捞家仔，其实我哋 100% 同意，我哋讲过嘅。即系有啲人又不断扭曲我哋讲嘅嘢啦，即系我哋唔系无条件撑杨岳桥噶。杨岳桥佢呢种性格，即系舐下舐下，每边都舐啲。喺而家呢个泛民嘅困境里边咧，其实系有作用啊！呢啲人，如果好似我哋呢啲人咁样咧，即系见到人哋冇听节目、扮听节目，我哋就梗系屌佢老母啦。咁如果喺同一件事喺杨岳桥身上，佢梗系唔会咁做啦。佢梗系笑笑口，我哋会听你嘅意见噶啦，我会好好研究一下。佢一定系咁讲噶。系咪先？其实呢啲门面功夫我哋都识做，不过咧我哋就不屑做呢啲嘢嘅好多时。但系点解我哋话阿杨岳桥做呢啲嘢系正确咧？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今时今日咧，而家嗰个抗争形势系好恶劣啊嘛。你系要团结大部分可以团结嘅人啊嘛，即系好似之前讲嗰个议员。佢唔可以团结大部分嘅人㗎喎。点解呀？因为佢见到泛民嗰啲人，佢就屌鸠人哋，话人哋冇落力参与抗争㗎嘛，冇落力参与议会抗争㗎嘛，咁点得啫？你屌鸠人㗎，人哋唔够拉布落力囉，佢哋就话係呀，拉布唔够落力，拉布唔够落力，冇而家未入泛民，未进入打仗 mode。 喺01嗰度讲过好多次，喺嗰个议员即唔系一次呀条友。咁但係呢，如果你咁样不断咁指责人咧，人哋系唔捻会帮你嘅。有事嘅时候，即系我哋做节目求其噏下咁啊，梗系冇所谓啦。我又唔使好似阿杨岳桥咁捻大方嘅，我自己都做唔到。老老实实，我系佩服佢可以请建制派嘅。其实、啊、我得嘅，我真系得。你得啫，但我唔得啊嘛。如果你得，你我都知道你系得啊，因为你根本就冇回应嗰啲留言啊嘛，系咪先？我回应嘅话，我都系同你一样，屌佢老母噶啦，都系。咁即系你，其实我呢系就回应啫，一早咧屌佢老母噶啦，系嘛？系啊，因为唔系会之前会讲少少啦，铺啲 link 啦，即系以前我系好赞成老师去就柒死嗰啲人嘅，
啲人话即係成日笑鸠佢啦，话话佢呀嗱而家就鸠你呀咩咩，我好撚赞成喎，对唔住，我真係我出身唔好啦，即係可能係啲黑社会养大嘅屌。我阿爺啫，即係又吸收咗呢啲唐人街嗰啲落雜啦，即係有啲人覺得嚇，雖然好多人都係講英文嘅，唔係陶傑話齋講英文高級啲，我好多親戚都係唔撚識中文嘅嚇。咁咧有時候咧覺得咧有啲烏蠅咧應該打撚死佢先得嘅喎。咁我都係，因為其實咧好撚煩啊，有啲即係我其實我理理解老師當時點解要就鳩死嗰啲人，點解咧咁撚煩？我而家一次過即係都係純發泄啦。當然佢咁嘅年紀又唔需俾面。嗰、那個議員嘅叫做娛樂事業上嘅拍檔係嘛？應該講話咁唔需要俾面佢咯。咁我都覺得係啱嘅。咁啊，欣生話我哋吹蕭邦。咁其實我都承認喎，因為我哋成日用翻老蕭嗰套價值去屌柒翻老蕭啊嘛。咁其實我哋係將老蕭嘅價值係用到極致喎，即係 apply to。佢做錯啲嘢，我哋都係用翻老蕭 standard 屌出翻老蕭喎，所以我係承認我係吹蕭邦喎。係啊，同埋即係我哋成日，我哋最早講啦，其實我諗網台界就係、是、老蕭佢一開始自己搞呢個迷米台嘅時候，佢就話呢個迷米係知識嘅傳承啊嘛。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啦，咁而家就係變撚咗性知識嘅傳承啊嘛。屌老味，咁係即係我嗰陣時四十幾萬個 view 喎、啊。其实点解讲四十几万个 view 咧？就系佢嗰个台咧有几段咧，即系关于奶閪嘅片啊。咁系，咁啊系几条女讲嘅，坐喺度讲奶閪系咪可耻咧？咁有四十几万 view， 系劲过老萧任何一条最新招积嘅。最犀利咪卅几万 view 咯，佢咪讲脱欧嗰啲咪卅几万咯，最叻咪嗰次咯。即系平时嗰啲，但系你睇翻佢平时嗰啲。五六万咯 ，view 数咯，顶晒，系得十分之一啫，真系。系啊，咁上下，咁上下。咁系啊，即系令到我哋啲搞呢个台都好心急啦，真系。即系讲知识性嘅嘢，真系讲即系点讲咧？比较严肃少少嘅嘢啦，就冇 view 嘅。但系 view 数又唔代表一切喎。讲啲唔健康嘅性知识咧，就有四十万 view。系，你知唔知道？即系嗰个频道啦，下贱频道，又系即系佢又 back up 翻湿枝蛙嗰啲嘢，算啦，帮佢开埋名，有六十几万 view， 但系佢哋都话捞唔掂 ，view 数唔代表一切喎。佢哋而家仲有呢啲节目咩？哦，唔系，系以前佢好似喺咪咪 back up 过去嘅，佢觉得系佢噶嘛，咁咪好似 back up 咗过去嘅。总之我系个即系个 watermark 系写下贱频道嘅，可能佢攞翻啦，咁样即系 whatever 啦，咁佢有六十几万 view， 但系都捞唔掂，成日喊穷，唔知真穷定假穷啦吓，当然。如果即系搞到个，即系其实我几佩服阿鳄鱼先生，即系认真啲讲啦，唔识佢，但系。即系睇佢做嘅嘢，即系雄心壮志，按咗间楼，卖咗间楼，走去做一个网台。嗰阵时，豪言话要三年之内超越呢个 TVB。TVB 系啦，五年就上市。咁呢个雄心壮志，其实我系觉得我哋冇嘅，我系钦佩嘅，我哋系冇。我哋玩票性质咁，屌你喂，屌啦，点可以同佢相提并论呢？但系即系咁讲啦，佢理性啲讨论啦，理性啲讨论啦，即系你太睇错咗样嘢，就系萧阳背后有萧定一嘛，有中国三支数码咪叫做，你有呢啲咁嘅公司咧，其实咧即系点解嗰啲？女士肯免費或者好少居馬費去做咧，因為你係有個 access to 好多工，即係好多工作機會。起碼你可以講話我係喺阿蕭若元先生嘅網台做過嘅。咁蕭若元先生就係阿蕭聽一先生嘅父親啦。咁
咁你起碼可以達到朵。咁如果你達，我係阿鱷魚個台做過嗰啲講性知識嘅嘢，咁邊個係鱷魚啊？請問？鱷魚咪即係喺澳洲叫 Salty 咯。Salty 啦，即系花名叫 Salty 啦。咁而家即系佢哋低俗嗰个鳄鱼又系叫 Salty 啦，因为够咸啊嘛，够咸湿，咸猪手。呢、这个唔系我话 accuse 佢，系佢之前啲朋友，好似阿东啊嗰啲人，即系 accuse 佢嘅。咁我唔知道实情啦。咁即系鳄鱼先生，佢应该即系澄清一下嘅。其实即系咁俾人话自己性骚扰嗰啲。诶、佢有讲啊。佢话叫啲网友去大肥嗰档咧，就问清楚一下。之后佢话佢自己好似佢都有讲话，我同你大肥讲，睇下我系咪真系非礼人啊？去佢个档口啊？哦，咁其实唔单再叫埋大肥入股啦，横掂而家咁等钱使，大肥呢期红啊？点解？因为基建红啊嘛，基建红佢就红噶啦。哦，即系证明我哋啲红色啦，将一个 factor 直接跳到去 conclusion 咧，就好容易嘅。其实我哋有讲下啲网友，即系好中意咁乜，你系乜乜乜，即系乜乜乜。我发现黄丝即系唔止深黄，有啲即系中黄啊，唔系浅黄啊，都系咁样好中意揾一个 factor， 即系直接跳到结论嘅。我睇到社长咧，系直接屌佢老母嘅。冇，其嗰个我屌佢老母嗰个第一个咧，我屌佢老母咧就系、是，因为佢冇听节目嘅，好摆明系，佢系自己幻想我哋讲乜嘢，因为佢见到条题目，即系睇个 title 咯，睇到题目，咁佢幻想我哋讲咩，跟住咪求两期打一大段嘢咯，其实就冇听嘅。之后家灿，阿家灿梗系好有耐性啦，家灿系比较有文化啊嘛，咁我觉得其实就浪费咗家灿嘅时间，咁我就屌佢老母咯，索性。是这样的，没办法了。因为有些人呢，你跟他讲道理呢，他只是不断去扭曲你讲的一套，幻想另一套东西写出来。那跟这些人讨论就跳到他自己想要的结论。是啊，跟这些人讲东西是没意思的，因为其实是浪费我时间，我的时间不是用来这样做的，即是很老实讲。我屌老母就是用来悭时间的。其实有时呢，对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人呢，我的基本做法咧就系你都戆捻鸠嘅，第一，第二就系屌你老母。我咁样讲捻完之后咧，其实就悭好多时间嘅。咁佢都有屌翻我哋，咁佢都悭咗好多时间，唔使喺度扮理性。因为我发现嗰啲人咧就好中意打大段嘢，之后 call 有啲嘢，咁样咧就喺度即系摆好多 quotation 喺上边啦。即系话，你咁样嗱，边个边个边个咁讲。之后咧就直接跳到佢想要嘅结论，系啊，都系咁啦。即系喺恩生讲我哋嗰个问题啦。其实恩生系听晒嘅，讲真的，即系咁恩生系讲啦，即系杨岳其实年青人咁，应该即系点讲咧？佢就话咧，有好多年青人就唔屌得。不过我就唔系从咁嘅角度去睇杨岳桥，即系讲真啦，即系而家泛民已经成盘散沙咁啦。你有一个杨岳桥呢啲比较温和可以四围舐嘅人咧，即系容易啲插科打诨。其实杨岳桥就系一个专业版嘅牙刷苏，即系佢插科打诨咁样，咁冇所谓嘅。其实我觉得就即系我都唔会好苛责啊牙刷苏嘅，因为佢个人个样已经系小丑咯，屌你老尾！是不是？哇，你咁讲人身攻击喎、啊。喂，见到佢就想笑㗎喇喎。咁鬼即係咁鬼灰鞋嘅一张脸。你唔笑佢唔係几好意思㗎，讲真冇礼貌添啊，反而係。喂，但佢哋以前都话杨岳桥同阿苏豪有几分似喎。杨岳桥其实都系小丑嚟嘅，即係我好老实咁样讲，即係佢做嘅嘢系好小丑嘅。但是你在而家咁嘅泛民呢个咁嘅状态，因为我哋讲策略噶嘛，咁啊泛民呢个咁嘅状态嘅时候，你系要一个啲咁嘅人噶啦，系嘛？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我同一个建制派嘅前立法会员倾过，即系其实咧，原来咧喺2016年嘅时候咧，即系选举嘅时候咧，佢系要即系中大陆咧系要整死两个党啊，主力就系工党同埋公民党。
咁咧，个原因咧就系呢两个党咧就唔肯同啲国安嘅人沟通。咁其他党咧，其实都系同啲大陆嗰方面系有接触嘅，即系包括咗乜柒力量，佢嗰个议员都有同国安人士接触嘅。如果当成个民主阵营有咁多人都系有同国安接触嘅话，你再用一个好高嘅道德标准去度杨岳桥，咁其实就唔恰当嘅。即系我认为系咁啊，因为公民党系我嘅理解到而家都系唔肯同呢、这个国安接触嘅。不过当然会唔会喺杨岳桥之下有所改变，唔知道，真系唔清楚呢啲。咁因为嗰个议员都系前一任嘅议员啦，所以佢都唔会清楚，唔会非常清楚嘅。但系佢知道嘅行规咧，就系所有议员都会同国安接触嘅，除咗工党同埋公民党呢两个党系唔捻肯嘅之外。嗯，所以你用一个将个道德标准提到咁高去度人嘅时候咧，就唔公道咯，系一个双重标准咯。因为你唔系你如果用翻同一个标准度自己嘅话咧，自己都系好有问题。即系讲翻恩生啦，你听佢嘅节目，好似佢瞓喺阿习先生床下底咁嘅。咁佢有冇同嗰边嗰啲人接触？梗系有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如果佢系讲国情系讲得咁深入，同埋好似瞓咗喺阿习先生床下底咁，而佢嘅标准就系唔应该同呢个建制派接触，咁就系双重标准啦。我认为，嗯，系啊，冇错。其实我今日都想讲呢句，即系佢成日话同咩咩咩人咩咩人倾偈，其实都系 double standard。如果闹鸠杨岳桥嘅话，但系佢又可以咁讲，杨岳桥系有公权力嘅立法会议员，我恩生改唔系咯，佢可以咁讲嘅。咁其实恩生冇嘢嘅，讲真，恩生都系好人嚟。我相信系有啲人喺度，即系当然啦，抽咗我哋嗰啲节目其中一两句咁样就播俾佢听或者点啦。我相信系咁嘅啫，我认为到而家都系认为恩生系非常好人嘅。即系我哋一开始都讲啦，因为佢系即系佢个修为好好嘅，佢见任何人都系好人嘅，佢只会从一个好嘅角度去谂人哋，而唔会从一个衰嘅角度去谂人，即系佢 fundamentally 系同我哋唔一样嘅。嗯，冇错，因为我哋系衰啊嘛，所以我哋谂人都系衰噶。不过但系我哋嚟讲，我哋比陶杰啊嗰啲本土派其实都系谂人哋好噶、哦，即系唔好话谂人哋好咁高级啦，即系起码会讲一啲我show 一啲 fact， 即系嗰啲事实出嚟先至再讲一件事，即系唔会嗱直接跳到结论咧，就系点咧？就好似中国人有小龙基，全部中国人有小龙 DNA， 中国人有小龙 DNA 呢啲就直接跳落结论啦。其实呢啲又系。冇办法噶，佢哋中意咁样讲啊嘛，而家因为容易明噶嘛，即系好简单，即系譬如即系将所有件好，其实本来件事就好复杂嘅，因为一个社会咧就唔系咁简单，就唔系净系得好人同埋坏人嘅，有好多人喺灰色地带度游走嘅。咁但系如果你夹硬要将佢二分化嘅话，咁佢咪净系有好人同埋坏人咯，系咪先？即系同埋蓝同埋黄咯。或者咁即系我哋都唔系话唔同意我哋讲嘢嘅人咧，就系妄图生呢、這个我哋冇讲过，从来都冇讲过。呢啲系屈我哋，所以嗰条友系俾我屌佢老母系抵嘅，系100% 抵屌。冇错，我哋只系话中咗妄毒啫，吓冇话妄图生啊。唔系，就算我哋话唔系因为唔同意我哋个原因，佢系中咗妄毒或者佢系妄图生，唔系因为佢唔同意我哋讲嘅嘢。而是他是将一个道德标准提升到一个特别高的 level 的嘛，即是譬如说你跌啲头皮的话就当你乱抛垃圾的嘛。或者说你是蝗虫啦，跌啲头皮的话是不是可能是这样啦，即是总之就将那个道德标准提升到太好高咯，即是说即是怎样讲啊，即是坐在那里压得开一点又说是蝗虫啊那成咯那类啦。又话人哋做假，我记得有俾我 delete 咗佢，即系话好似好耐之前有个网友就 post 一唔知系咪大陆人添啊，即系就系咁样
即系着条裙啊，睇到条底裤，即系话诶啲大陆人做惯鸡啊，抹惯鼻啊，咁样就跌跌咗。好黐线嘅，你要试下去韩国啊，夜晚去嗰啲internet cafe 啊，坐喺下边踎喺度食烟嗰啲女仔啊，个个都露条底裤出嚟噶啦。蝗虫咯，嗰啲唔系韩国人，韩国人嚟噶，顶你个肺！唔系个世界唔系咁样啊，唔系二分化，即系唔系话咁样做嘅人就系蝗虫，你好难界定啊！你话咁样压露条底裤出嚟，喂，其实我宁愿睇底裤多过睇你嗰啲閪又閪面样啦，好老实讲啊。咁啊系咯，咁啊系咯，系咪啊？系。咁啊，咁啊，欣生嗰件事咧就。即系唔影响我哋同佢嘅交流嘅，我相信欣生啊，即系佢系一个大方嘅人，即系讲到尾啊，即系虽然我哋节目有时系嘲笑佢，但系大家知道其实唔系完全系认真讲嘅，有时即系讲阿欣生嗰啲嘢，就算我哋讲阿老萧都系噶，唔系100%认真嘅。如果我哋100%认真嘅，我哋应该系由节目开播由头屌佢屌到落尾嘅，咁唔系啊嘛，因为唔系好呢个世界好，我哋成日都讲啊，唔系净系得好人同坏人，有好多人喺灰色地带啊嘛。咁而你知唔知咧？啊，咁我又问你个问题啦。以前啊，前乜乜力量嘅主席女嗰、那个，佢就讲过话，你而家咁样啊，系咪即系教啲细路哥讲大话？因为佢就话即系。如果跟咗大陸嗰套咧，就陽奉陰違，即系咧搞啲細路哥唔係做個正直嘅人，要講大話，對人講人話，對鬼啊講鬼話。我最記得佢以前咁講，其實我當時係 buy 佢呢套啊。哦，我得，但係而家諗係佢講佢就係教人教蠢人啊嘛，因為佢自己都唔係咁做。你睇下佢當嘢，佢嗰當嘢要上市盤數係咪100%真先？係嘛？你仲系揾呢个所谓共匪嘅乜乜太嘅？咁我唔敢讲啦，即系呢一方面。但系你话系咪100%即系完全系完全系真确先？冇有冇煲大条数啊？有冇揾啲 friend 叫啲 friend 去买嘢啊？帮你自己有冇啊？即系呢啲咧，江湖传闻又讲好多噶啦。不过我就费事讲，因为。始终都是大家都是在社会上面揾食，冇必要讲嘅咧就唔好讲，系嘛？但如果你系即系咁样误导人咧，其实就好大问题，因为你自己都唔系你讲嘅嘢同你相信嗰套嘢系两样嘢啊嘛，系咪啊？即系不过我哋讲真，我哋有时讲嘅嘢，我哋自己都做唔到，因为我哋其实有某程度上系比较戆鸠啲嘅人。现实啲嚟讲，即系如果我哋真系可以无时无刻都系笑笑口，我哋会考虑下，我哋会研究，好似杨岳桥咁滑头嘅人咧，其实我哋会成功好多。但系有即系我哋都 aspire 呢样嘢，但系咧，其实我哋系做唔到嘅。啊，讲翻即系喺我哋呢个 team 里边咧，系可能有一两个人做到，但系大部分人系做唔到嘅。唔啱就屌老母咯，好多时系咁。可能现实中我哋会好啲嘅，就唔敢咁乱咁屌啊！咁都可能系嘅，咁都可能系，都可能系。咁啊，呢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下一节再翻嚟讲一讲啊，新手我哋伟大嘅新首富嘅问题，我哋嘅老细啊，唔系即系我哋嘅帮主啊，佢哋话我哋咩咩帮嘛，咁我哋帮主啦。好。这个可以讲耐啲，我休息一阵。我初相识嗰阵时咧，成块面都红卜卜嘅，有牛皮癣，有食。食咗敏迪之后，嗰、那个情况点啊？食咗已经冇咁痕噶啦。哦，冇咁痕。咁啲皮肤个滑净程度系咪好咗好多咧？翻面就争好远啦。翻面就争好远。咁之后人系咪自信心大咗咧？基本上本身都系有啲嘅。你食敏迪咧，食嘅剂量系食几大咧？通常都系我咪食四粒嘅。哦，咁你即系你都唔系十分严重嘅啫，基本上系咪？因为我有啲网友咧系银屑病嗰啲要食够八粒，因为佢只舌头要爆头嗰只噶啦，已经去到好严重。对你嚟讲，你最大嘅改变系乜嘢咧？去到我谂肠胃最大改变，肠胃最大改变，即系除咗牛皮癣之外，其实我原来咁多年来都系有呢个肠胃敏感啊，即系肠敏感啦，即系好容易肚屙嗰啲啦。系啊系啊。敏迪其实个原理上咧。即系所有敏感，佢都诶，佢可以有帮助嘅，基本上。咁而家就唔会话成日肚痛啦。系啊，以前一饮到啲冻水就会。
即刻普通即刻嚟嘅。仲有呢啲皮肤质素都系改善咗好多噶嘛？冇咁红咯，冇咁红。咁系咪沟女咪易咗咧？未试过。今日咧健康解码咧，我哋请咗黄小姐咧，就分享佢咧食咗敏迪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啦。你好，我系黄小姐。我咧就应该两三年前咧，俾啲蚊咬啊，俾蚊咬完之后咧，就唔知点解咧，佢唔好之余咧，仲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大啊！即系将个伤口咧越嚟越大，系咁化开咗佢，好厚咁样咯。变咗你真身嗰啲肌肉咧好厚，嗰只达达咁样。系啦系啦。而家系变得细达咗好多。其实我系两个礼拜之前上嚟食饭，咁样买咗支敏迪嚟试嘅。食咗两个礼拜之后咧，觉得 OK 嘅，因为收细咗啦，同埋冇咁厚啊。咁咧，所以今日再上嚟买。我谂我依两年嚟讲，搽咗好多药膏啊，十只八只都有噶啦，消炎膏啊、类固醇都搽，即系用咗好多药膏都唔得咯，亦都去睇过医生噶，都唔得。我冇谂过依几粒系叫敏感咯，都好在你介绍俾我咯。